3月28日凌晨 S 妈晒出攻击照配文称，管不了管不了管不了你的爱，还是你不爱，管不了一切的烦恼，我将会离开烦人的地方，疑似表达对女儿大 S 及女婿具俊晔的不满。据台媒报道，大 S 具俊晔最快将在今天完成登记结婚，户政事务所因疫情取消了假日结婚登记申请，在工作日可由单方单独办理结婚手续。户政事务所离大 S 家很近，开车5分钟就能抵达。近日，汪小菲母亲张兰在直播时谈到孙子孙女，称孙女现在大了，越来越懂事了，暑假就能看见他们了，太好了。被网友问到是否可以给网友看看孙子孙女，张兰则回答称不能在这上面晒孩子的照片，这对他们也不好，私下里我们相处好就行了。难道暑假大 S 将会带孩子们回大陆见爸爸和奶奶，还是汪小菲和张兰去台湾见孩子呢？